Can't take my eyes off you.
反正就是怎么，你知道是都是怎么走的吗？守卫第一晚上把自己守住了，但第二晚连续被刀，还是没熬过去，守卫死了。然后守卫走了以后，女巫被投出去了，然后猎人又被投出去了，然后啊不是猎人被刀了，然后猎人又带走了预言家，结果全输了，绝！我真的我都绷不住了，我快。所以你做了法官，你会想要当好人吗？没有，我看戏啊，我就觉得好玩啊，看戏，看热闹。你是来的很突然啊！打法，错过了，真难受。暴汗是吗？错过了暴汗。什么暴汗？暴动了，今天晚上。光，这种光下，你凹一下怎么着都有。但是你看，你再换一个光，换一个姿势，不过谁都有褶啊，是吧？所以焦虑什么？我弯腰的时候，谁还没个褶？不然的话，你要是站，你要弯腰没褶的话，你站起来的时候，你的裤子要撕开，这是正常的人体结构。所以不要焦虑，今天再看一个。结束。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，你知道网上有那种
就是美妆博主评论下面都说我把我的头寄给你，我就感觉我现在把我的头伸过来，然后突然火了，投过来，快过来，拿下，拿下。